给我，现场哭给他看。好，等一下哭给他看。他会哭哦，他会哭哦。如果你没给他的话。我好想吃那个土耳其冰淇淋，但是我都不敢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整人，我觉得心里面有点受伤。你可以代替我吗？他如果不给我，现场哭给他看。好，你先。好，你先。巧克力。快点啦！这样。啊，他拿了。哎，想不到吧？你真的太烂了，快点！他会哭哦，如果你没给他的话。